像你这样想的话，那这个世界不是很闷？不是讲那种什么医生啊、
律师啊、工程师这种才是成功的吗？可是哦，你总是有别的梦想的吗？比如说隔壁班的燕婷姑娘。喂，你怎样知道的？哎，我们 brother 强吗？但也有不知道，下课时候篱笆旁边就会有一个你看着一个他。哎，不用紧啦，我帮你追他。讲真的，真的哦。还有，其实我是有听到东西的啦。听到东西？听到什么？喂，你讲，听到什么？你讲。听到什么？那些，那些，我听到那个姐妹们讲，她喜欢一个三 B 班的同学。三 B 班？还有嘞？三 B 班。喜欢音乐的，上 B 班，喜欢音乐的，还有吗？还有，我肚子饿，快点讲，你讲哦。啊，好了，上 B 班喜欢音乐，还有长得帅帅的，上 B 班喜欢音乐，长得帅的，不就是我咯？你帅？哎，你现在别少泡尿，扎到自己了，帅。哎，这样，他还讲什么？三米半，帅帅，喜欢音乐。还有什么会讲？他姓严的。这样整个三米半就我一个姓严呢？你这不可能啊！平时就在走廊那边跟他点个头，打个招呼罢了哦。那你可能喜欢我。哎，我这么要骗你？真的，真的，我真的有听到他这样子跟他姐妹们讲的。你骗我吗？没有骗你的，真的，真的。哎，你看你笑成这个样子，不要当时候啊，你追到他的时候，忘记我这个 brother， 一定记得你的。哎，中客，中客，中客。啊，好了好了。哎，我还是不会做哎。哈，就是这里。我就是有听说到啊，他这个时候都会经过这边，要去图书馆读书的。这里，这里。然后这个怎样啊？啊，不是教过你啊没？我再教过你一次啦。啊。等下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上前一步。上前一步。搭着他的肩膀。搭着他的肩膀。然后跟他讲。跟他讲。哎。我喜欢你，当我女朋友吧。我喜欢你，当我女朋友吧。然后就把那个巧克力，这个巧克力送给他，送给他啊，就忘了的。你玩我是吗？我这么要玩你，我在帮你嘞。这个东西真的可以的、啊？可以的。还有啊，我跟你讲，我用这个方法追十个女孩子，十五个做我女朋友啊。哎，可以的 ，OK， 你先，我下边，哎，你加油加油，啊，加油，我来干你，等等，来干你，喂，来干你，这样就跑掉了，我，我喜欢你，哎，不对，燕婷啊，我喜欢你，当我女朋友吧。燕婷啊，我喜欢你，当我女朋友吧。哎，这样，要小心。燕婷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我。那边那个奇奇怪怪在鬼鬼祟祟的是谁啊？那个路过的，不要管他。那个，不好意思，
这个死警卫，平时又不是没有帮他，现在反过来害我，弄得我真丢脸。真的，我成绩考得这么烂，该怎么面对父母？再我该怎么面对老师？我又没有朋友，我到底可以向谁倾诉？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意义？
臭嘴，我刚刚是不是说错什么了？你不要哭啊，你先冷静好吗？抱歉，我刚刚失礼了。没关系啊，我也没有想到我的巧克力香槟还可以弄到你哭哎。如果没有什么的话，那我先走了。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我叫严一成，三 B 班的。严一成，三 B 班。我叫李思涵，来自二 A 班的。谢谢你的巧克力，谢谢。我先走了。拜拜。拜拜。你知道，思涵原本打算是自杀，但却因为你的巧克力和小小的微笑，成功的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就在那一刻，你和小小的巧克力和微笑，成功的改变了思涵的命运。可是你为什么给我看这一幕啊？你告白失败，心情本来就不好了，又看到思涵走在走廊上闷闷不乐的样子，你大可不必理会他，但你却选择把你的巧克力送给他，希望他可以因此开心一点。就这一件小小的举动来看，却成功的让一个想自杀的人悬崖勒马，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件好事。就把巧克力送给一个女生而已，什么了不起？你知道你的巧克力救了他哎，这不了不起了吧？其实这一切都根据一个法则运作的，种善因则得善果。好了，我们看回你中学的时期，接下来就进入你大学时期吧。怎么了？闷闷不乐的样子，死神啊！我刚刚好像记得是有一辆车，它冲向我这边。我们呢还没到那边，你呀就耐心一点，先跟我一起去看你大学时期，好吗？可是我这大学生活都也过得很平凡啊。没关系，我们就去一趟好吗？走吧。来，各位同学来看看我们佛学会好吗？佛学会有很多活动等着你哦。来，同学有没有兴趣来看看我们佛学会呢？同学，来这位同学，这位同学你好，对我们佛学会有没有兴趣呢？佛学会做什么啊？我们佛学会有很多好玩的活动等着你呢。我们有圣花音啊、菩提之夜啊、佛学班啊，还有今年的七月我们会办一个全营哎。佛学班我是懂啦，菩提之夜是什么？菩提之夜是通过一个舞台表演来弘扬对于佛法的好，这样子啊。是不是很有趣耶，这位同学？我一直以为佛学会是那种念经拜佛咯。哇，原来还有这样有趣的活动啊！这样我有个问题，有没有那种课外活动分啊？这个没有哎。没有分数，但是其实佛学会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啊，有些收获不是用分数就能增加的。可是我是想找一个我有兴趣，然后就可以拿分数社团，我看佛学会应该是达不到我要求。好，谢谢你，谢谢你。来，这位同学有没有兴趣来看看我们佛学会啊？这位同学，来，这位同学是否也看看我们佛学会吗？佛学会有很多活动等着你哦。这位同学要看看我们佛学会吗？佛学会好像很好玩家。对啊，我们佛学会有啊，圣婚姻啊、菩提之夜啊、佛学班啊，还有今年七月的全营哎。这样我可以参吗？可以啊，写个报名表格就可以啊。好啊，谢谢。两个人吧，你们两个啊，就这样啊。其实我参活动是想认识人的，所以我看我还是去佛学会好，也比较懂人。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啊。
晨啊，为什么没有人要参加佛学会？也没有办法啊，我们佛学会又不是一个校方承认的注册团体，再加上啊，知道的人那么少，误解的人又那么多，也难怪一直找不到人来。走吧，我们去看找洪教授看看，看看他有什么办法。好吧。黄教授好，黄教授好，又是你们，我啦，又来问我要不要当佛学会的顾问老师，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我没有兴趣。黄教授，如果你再不答应我们的话，那佛学会真的就要彻底关闭了。佛学会应该已经有好几年没受过校方承认为注册团体，都没被承认。严格来说，国大里面没有佛学会的存在。都不存在的团体，哪来的关闭？可是黄教授，这次真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我和思涵快要毕业了，我们又找不到人传承下去。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佛学会真的就要彻底关闭了。你们没有找过其他教授吗？为什么要来找我？黄教授，你人又好。又平易近人，而且还乐于助人呢。黄教授，哦，求求你，就帮帮我们这一次吧，黄教授。不是我不要帮你们，只是我觉得佛学会已经没得救了。以前当你们的顾问老师的时候，我已经警告过你们的学长，不能一直办深入性活动。要办一些接引性活动，但是你们的学长就是不听，总是喜欢办深入性活动，所有的活动不是静坐班就是上高级研修班，根本都没有机会让新生接触佛法，这怎么行？唉，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可是黄教授，我们当初两个加入理事团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也是跟着学长们的方向做而已。原来学长们的方向是错误的，现在他们都毕业了，所以我可以保证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把佛学会做好起来。啊，不如这样，黄教授，我们答应会办更多接引性的活动的。我们会办更多接引性活动，真的真的。算了算了，黄教授，所以是怎样啊？你们觉得呢？那好吧，我问你们，佛学会里现在到底有多少个会员？就我们两个，才两个人，才两个人，就是我当你们的顾问老师，校方也不会让你们成立佛学会。这样吧，你们找十个会员。你们找到十个会以后，你们再来找我，我再考虑看看。所以黄教授，你是答应了？哎，我说看情况。谢谢黄教授，谢谢黄教授。如果没有什么的话，那我们先走啊。哎，这个懂得法拉利啊，做一个小小的 assignment 的 presentation。那穿什么八珠破败热死了呢？阿妹，在哪里？鼓浪，外面多啊！哎，你很扫兴嘞！我们来喝茶哎，叹什么气？最近是有东西要烦。哎，你不知道的啦。哎，男人呢，不是烦钱，就是烦女人，都不是。我是在烦佛学会的事情。哎，你
知道吗？那个佛学会再找不到人的话，真的就要关闭了啊！不是跟你讲过了没？这佛学会要关就给他关啊！这个时代啊，哪里有人学佛了的？宗教信仰啊，是古老的想法哎，选择有吗？只是在束缚自己而已，活到一点自由都没有，真是不明白啊！为什么会有像你这种人，还要为他拼什么？不懂的啦，我在佛学会啊学了很多，在外面学不到的东西啊。干嘛？想知道我在外面学什么东西没有？这样你讲哦。哼，我就告诉你，我在佛学会学了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啊。我的人生观啊，价值观也比以前提升很多。哎，还有啊，我的脾气也比以前好很多啊。哎 ，brother 啊，你的脾气一路来都很好了啊。还记得中学的时候啊，我骗你去追那个燕婷啊，你都没有讲什么。哎呀，我不是没有生气啊，我是还没有跟你算账罢了。唉，总之呢，我觉得这佛学会不值得你们拼。不是我这样子讲而已，你也知道了，我们班上的同学也是在讲你啊。他们还问我，你只是要出家当和尚啊。还有，每次啊，你经过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笑你，讲你佛光普照。连妖精都不能靠近你啊！哈，还有，每次啊，他出去喝酒，都不想酒你啊，讲你什么吃了五戒没有喝酒，懂他们讲你什么吗？讲你假正经做人啊，你知道吗？他们这样子讲你，我心疼你啊 ，brother。我已经决定了，我一定要拯救那个佛学会，好让佛大神还有一个机会继续学佛。别人要这样讲，管了。哎，你这样子讲很伟大，可是我问你，你有什么办法要拯救佛学会？你连个办法都没有，要怎么样拯救啊？我想办一个佛曲分享会。佛曲分享会？喂，你只有跟那个另外一个人，两个人不了哎，那怎么样办一个这样大的 event？ 我会想办法的啦。想办法？不要啊，到时候要想这个办法。又不要 skip class， 又要啊，好好好，来喝茶，做男人不要这样啰嗦 ，OK？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国老佛学会菩提之眼佛曲分享会。我是佛学会主席易成，这位是我们的秘书思涵。大家好，我是思涵。我们今天办这个佛曲分享会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打破对于佛学会的刻板印象。对啊，我们透过音乐来向大家弘法，向大家弘法的同时，也从佛法从音乐里学佛。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美好的音乐，也把美好的佛法传递给大家。那事不宜迟，就让我们来聆听今晚的第一首佛曲《Ehi Pasiko》，掌声有请我们的歌手。Investigate
心绽放，心绽放，心绽放。
生气死了。我叫他写一篇作文，题目不是一件好笑的事，他竟然是给我写了500个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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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哎呦，真的是好笑哦。吴老师啊，我的学生也不错啊，你看，这边写 find x， 他把 x 圈起来，然后写在这里。你说好笑不好笑？哎，现在的孩子真难搞啊。也是因为他们说这是一个铁饭碗，可是在我当了6年老师之后，我开始迷茫了，我觉得行业不适合我。找回初心最重要吧。虽然我之前是想要当一名音乐人，可是后来想想，帮助他人完成他们的梦想也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啊。你呀，在教育圈还没混得够久，还不知道他黑暗的一面。有很多事情啊，真是会让你怀疑人生的。我想想，就打个比方，我们讲学生，现在的学生不能打，不能骂，一遇到问题啊，就是我们老师的错。你说离谱不离谱？觉得啊，每一个孩子都像是一张白纸，只要你用心教的话，是可以把他们教好的。这样说是没错啦，可是教育孩子的责任呢，不应该只是落在我们教师的肩膀上吗？父母也应该负一点责任。很多时候啊，父母会是因为伤心到父母他们投诉孩子在家里不听话，可是我想跟他们说，有一半都是我们的错啊。哎，校长来了。喂，喂，老师，吴老师。哎，校长。早。今天我在我办公室看到了学生上个学期的成绩啊，哎，挺不错的嘛，数学还有华语都有明显的进步啊，这都多亏了你们两个。哪里哪里，都是校长领导有发。也是。不过。需要超越中闽国中，我们将要成为全国第一，绝对不能输。Understand？ 有校长的带领，我们哪里会输？啊！哎呀，有焦点。哎，吴老师。啊。哎，今年领副校长好像要退休了。我蛮看好你的，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当然没问题。好。哎，严老师，校长，你呀、可要多多向我们的吴老师学习啊，他可是我们学校的模范老师，跟着他保你前途无量。谢谢校长。好，我先回了。好。哇，前途无量，前途无量也差不多啦。这个校长眼里只有成绩。只要那科的成绩不好，负责那科目的老师就中招了啊！还好我的数学跟华语的成绩啊还算不错。喂，可是这些孩子啊真的很调皮啊，不知道是好气还是好笑。我觉得好气多一点吧，要是他们能够像考试一样认真做功课，那就好了。哎，现在8点了，哎。没上课了，再见，老师，再见。
安。范丹好。高俊良。对呀、啊，今天他没有来。他为什么没有来？你知道？今天早上在报纸上看到说，他的父母车祸去世了。什么？他的父母车祸去世了。老师，你应该是太忙，没时间看报纸吧？这样他也蛮可怜的。可是他成绩一向来都很不好。老师，可是他拍照很厉害啊。那时候我们去旅行哦，他用手机帮我拍，拍出的照片就很好看了。江他有没有什么家人啊，还是亲戚啊？他是独生子，然后有一个婆婆，今年应该大概80岁。之前经常听说他放学有去养老院探望他，然后我好像有一点点老人痴呆。江不懂他是。需要帮忙。需要老师，他整天被隔壁班那个欺负了。隔壁班那个人欺负？是啊，老师，你一定要帮他。你先回去班上，我等下再过去。好，老师，等下见。你一定要帮他。这么贵的电池，随便吃就好。小梁啊，我婆在老人院也是随便吃的。哎呦，这里是哪里？小梁，你要带婆婆去哪里？好，这里是灵堂。哇，灵堂，才你带婆婆来灵堂做么？来看爸妈了。爸妈？谁？这么年轻就死掉？我真的是可怜啊！哎呀，菩萨保佑啊，保佑你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带婆婆来看你们了。这是爸爸。Sorry.
是。君良，怎么没去上课？我干嘛要去上课？先回答我的问题，你为什么没上课？上课又没有意义，我去上课干嘛？这样，如果上课没有意义的话，那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呢？什么有意义我不懂，反正 side course 当然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你学习并不是为了 side course 当然而已的，去学校上课是为了提高你的思考能力，好让你可以完成你的梦想啊。梦想。对了，你婆婆呢？在养老院。养老院。和你家里应该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你可以直接来上课。我有钱，我有工作，我去上课干嘛？所以你就选择把钱花光，然后就这样坐吃山空，堕落下去。堕落？那我是有告诉你，失恋后什么东西是单纯无可能都不懂，可我照样可以活得很好。你就把我当成是个烂苹果，烂苹果就拿去丢吧。你是不是有其他因素不想上学？没有，你就当做我纯粹不想上学，可以吗？君良，我明白你现在的感受，你就这样失去了爸爸妈妈，在学校啊，给人家欺负，我是知道的。来，早餐。不要。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可以找我，我会帮你的。先走。哎，对了，明天我还是会来接你去上课的，明天见。怎么又是你？说过要来接你上课的。现在才6:30啊，我们7:30才上课啊。知道。昨天看到你嘛，桌都是背面，怕你又吃不健康的东西，所以带了早餐来啊。来，起来吃早餐了。
想上菜啊？我知道啊，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不想上课的。那你逼我去上课？因为我经过那些没有读书的人啊，他后悔他年轻的时候没有读书。但是我就是没听过那些哦有读书的人哦，他后悔他年轻的时候读太多书了。就当做我是一个爱八卦老师吧。
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你可知道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来上课了？嗯，知道，知道就好。那么根据我们校方的规矩，其实我也不晓得，我们打算开除他呀。可是他今天有来上学啊？他是今天有来，但是他还是两个星期没来。而且像高俊良这种学生啊，要成绩没成绩，要才华没才华，除此之外还整天捣蛋，老师们都拿他没办法。那高俊良这种学生啊，还是留给其他学校吧。校长，你怎么可以这么说？难道不会读书的孩子就不是人吗？严老师，火气别那么大，来，先坐下，请你喝杯茶。其实我也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明白，这间精英学校的校长是我，你不是。你不需要向教育局交代学生的成绩，可是我需要。因此啊，这间精英的学校呢，我们只收高等学生，烂苹果我们还是不要的。校长，你能不能给我多一个学期的时间？就一个学期的时间，我会把高俊良教好的。他就这样失去了爸爸妈妈，你又这样开除他，未免太没有人情了。人情味，可是。他父母好像蛮有钱的，而且他一定继承很多家业。这世界上还有比他更不幸的人。校长，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用金钱来衡量的，也不是所有孩子的表现都是用分数来衡量的。一个突然间失去爸爸妈妈的孩子，才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
昨天校长来找我，他找你干嘛？他说你很久没去上课了，想要开除你。那就开除喽，反正我也不想这所学校啊。俊良啊，你已经是最后一年了，如果你就这样被开除的话，还有哪间学校愿意收留你啊？那就不要读书了，反正我要当摄影师，读不读书都没有关系吗？我答应了校长，要在这个学期把你的成绩提升到20名以内。20名？我这个全级倒数的学生，我挤进全级第20名，这怎么可能？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你肯努力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可是我真的不喜欢读书吗？俊杰啊，其实你并不笨，只是这间学校没有给你发挥的才华而已。那既然没有发挥的空间，你干嘛不要让他开除我？因为我不想让他得逞啊。如果你就这样被开除的话，就证明我们的教育系统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教育不应该是用分数来衡量每一名学生的，它更加不应该是一门生意。不是，你要用我的成绩来证明给校长和教育局说，不该用成绩来衡量学生。这不难吧？重点啊，不在你的分数，是在你的学习、你的努力、你的成长。我想证明，只要你遇到好的老师啊，你还是可以对生活充满热忱的。是北面，看你整天游手好闲的样子，还说什么我要当一名摄影师？你对得起你自己，对得起你婆婆吗？喂，你不要拿着我来跟你讲哦。所以你就更加应该要积极上进，对生活充满热忱。我要搞好，要让你对生活充满热忱啊！首先从你学这边开始吧。老师，你是讲得很精彩啊，可是我真的对生活已经没有热忱了。将现在校长看不起你，你难道不想证明给他看吗？我想，可是我想就对了。从明天开始，我就来给你补习。你的数学最差了，我们就从你的数学开始吧。吃早餐，吃了去上课吧。快吃吧。可是我不懂怎么弄，就有点烦。
好没人性啊！等我一下。先怎么了？最近肚子是有点胀胀。哎，等一下。这是他的名片，他叫锦辉。李锦辉，就是。好，我过去打电话给他吧。金老师。哎，老师。这段日子怎么了？你好，老师，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死了吗？
我只是被调去另外一个地方教书而已。你放心。我回来了，是想要告诉你，你真的很棒。继续加油，好吗？等下，我只要上火车就可以了吗？是啊，来，这是你的火车票。这所以我的下一世也是人？是啊，因为你生前做了很多好事，也帮助过很多人，再加上你曾经发过愿，愿生生世世长随佛学。所以上头决定你啊，下一世做回人是最好不过的。知道了。那记得你所发过的愿啊。火车还没来吗？没关系，你先坐这等一下吧。等火车来了，记得搭上这趟火车，明白？那我先走了。
去咩？哪里啊？怎么那么像火车站呢？哎，我的茶呢？我的麦克风。